你知道作为设计师最想听到的是什么话吗？方案通过。通过就代表着结束，甲方是永远不会说出方案通过这种字眼的，一般甲方都会说继续推进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乙方啦。奇葩邻居，奇葩甲方，打回去重做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的甲方。难过，你就帮帮人家嘛。跟他这种人多待一秒，我都觉得值。其实他对你确实挺特殊的，特殊中呢多了一丝残忍。其实我知道，一个人身上最珍贵的就是年少时候的勇气。如果没有人为他撑腰的话，我害怕他会对这个世界失望。碧雪，我很喜欢你这一点。你觉得李泽南怎么样啊？小心！你确定他喜欢你吗？你们互相通心意了吗？李雪，我们之间只是甲乙方和普通邻居吗？你说甲方会喜欢我？你在设计吗？